解完了任务之后，啊，我想想哦，我们上礼拜最后面那个，我们最后面那个就是好像去色诱，不是我们去挑逗警察，然后最后挑逗完警察之后被警察射死。对，那上礼拜六关实况之后，我很狱卒，对啊，我觉得我不应该对警察做出这种事情，因为警察是我们人民的保姆。我们不应该这样对他，所以我后来想一想，我很愧疚，然后我因为这样而睡不着觉，然后就感觉到好爽哦，不是啦，好啦，我不知道，我不会掰啦，掰不下去啦，烦死了。好啦，我们要解这个任务，它叫什么？未知结局？难道这个游戏要结局了吗？我也不知道，我们究竟这场比赛会由大嘴巴不是？结局，他这个任务名字叫最后结局，我也不知道。哎呦，哎，这台车有点潮哎。虽然我很想开他的车，但是碍于速度，我们还是开一台快一点的车好了。哎，我差点撞车。等等，我在看聊天室，你们不要来撞我。好像有点远呢。哦，我们回到了北角。北角好像是我们一开始的地方，就是北角，就是北边的角。然后有个地方叫做南边的角，还有一边的角叫做香角。香角的特产就是香港角。哦，对不起。嗯，什么？他叫我帮他哎，我帮他一下好了啦。顺手捐发票。就小夏，谁啊？我在前面还没到。嗯，哦，我找到了。哦，哇，两台好车就这样被我，两台好车就被我。哦，你看起来很脏。什么东西？找辆车子逃跑，来啊，上车啊！哎，上我车啊！哎、欸，我要过，对对对对对对。18K， 什么 18K？ 哦哦哦哦哦哦哦！哇哦！哎，有点潮哎、欸。哦，他的技术有点高超，你有办法往后射？又骑车吗？这不科学！等一下。我不认为一个人有办法边骑车边开枪，他还有办法换子弹呢、欸，跟我，我速度还不够快，我撞不到他，怎么办？我一定要想个办法，我想一下，我走，我怎么飞出来啦？哎呦喂呦，我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欸，我手上有枪欸，好，这样就好办事啊。只要龙武的手上有枪，谁都杀不死他。所以你知道吗？这个设定就代表龙武是无敌的。你们还没发现吗？因为龙武是男的啊，他怎么可能没有？嗯，好。哦吼！这么远你也射得中我？阿达阿达！什么东西？哎、欸，我快死了、欸！哦，我好多人啊！怎么样啊？来一个杀一个，来一对刷一双，怎么样？下车啊！爆你头，爆你头！我最讨厌别人在我背后偷偷摸摸了。他卡住了。哦哇！哦。
痛哦！对不起嘛，凶什么？开车撞我啊！我没车嘞，我先找一辆车好了。啊，我刚应该开那台车来的，好可惜哦。好吧。我们来看，过过过，他们等下爆出来啊！我要怎么？啊！我要按车键，我要按车键。这什么了？搞什么东西？啊！等一下，先上车再说。有什么事上车再说。你快上车啊！我的同志，不是我的好朋友们。What the fuck are you doing？ 怎么办？我要一直跑是不是？哎，你撞死人了，你要负责，你要把他娶回家。好吧，我们好像要一直跑，一直跑。我要带着我的小贝克逃到天涯海角，厮守到老，白头偕老。现在车有点 low 哎、欸，开小黄可以干嘛？我也不知道哎、欸。所以我到底要跑去哪里啊？哦，喔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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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喔！啊！让杜克离开车子 ，OK， 你可以下车。杜尼金呢？冥婚？嗯，哦，声望加好慢哦。我超想装那个哎、欸，李小龙的套装哎、欸，是警车哎、欸。经过上礼拜的教训。我们不可以哦，我们快到了，我们不可以再去那个玩弄警察的感情。哎呦，这条路怎么好像有点熟悉？没错，我们来过这里，不知道要做些什么，未知结局。嗯，这条路会通到哪？什么忽必烈饭店？忽必烈不是一个人吗？是那个就是蒙古人，是不是？蒙古烤肉的好朋友，蒙古人。哇！那台车不错哎、欸。Give me the bike, I get you the money. 我们今天学到一个谚语了。Give me the bike, I get you the money. 哦，元朝啦，啊，对啦。Give me the bike, I get you the money. 给我车子。哦，等等，记错路了。我们今天学到一句谚语了。啊，这边。等一下、哦，让我转个向。巴古巴古。希望我们可以平安的骑车了。我们最近骑车怎么一直飞出去啊？到底是我的问题还是车的问题？这车怎么都没有保障？虽然我没有买保险，哎呦、嗯，但是也不用这样弄我嘛。是说，他怎么有办法边吹油门边拿着手枪？这是一个高难度的技巧，要我边骑车拿着水瓶，我怎么可能做得到？哎、欸，这里我们来过哎，用啊啊啊啊，刚那首歌啊啊啊啊啊啊 ，yeah， 啊啊啊啊，对不起。哎、欸，我们要去哪？他是不是要把我骗进一些很奇怪的地方？我该不会要被那个了吧？
他一直把我带去很里面的地方。What do you want? What do you want? You owe him some money. You're sitting on it. And where'd you get off strong-arming me, huh? I know you're a cop, and I know you're a snitch. You want to see who your boys kill first? Fuck you. Kill him! Kill him! Oh, 我们要来尬掐了。哦吼！啊，我按错键了。我操！等一下，我是不行，我的车子。我今天的职业是按错键了，最近有点就是失调，神经失调，不是手脚失调。一枪，两枪，三枪没中，四枪，五枪。今日我最帅，谁能比？哦，被卡住了，闹鬼啊，闹鬼啊！一枪啊！爆你头，爆你头！我操！等一下，为什么今天好脆弱？上车，快走啊！我们是应该拿一点好一点的枪。哎，我又为什么要按到？我慢动作太久了啦，我同学，你慢动作速度太久了啦。等一下，我要重来，我要重来，可以让我重来吗？我知道了啦。其实我是爱上了空中飞人，不瞒你们说，其实我是爱上了飞高高。我小时候都梦想可以被飞高高，长大后我就一直秉持着这个梦想。我可以哦呀，我可以哦，原来是机车，对不起，我原来这里还有一台啦，不要紧张。啊，等等等等等等，不对，我应该要先后退才对，这好像要打爆，我速度好慢哦。哎，他没有跑走，我发现这个电脑人还不错。哦，我把它炸开了。OK， go， 好了，我们不能再胡闹了，这样。哇哇！他闹人，他闹人。哦、oh ！后备箱在哪？后备箱在哪？嗯，等等，我们要去哪？我看一下，这个吗？这个应该是桌子吧？你怎么会分身？你是佐佐木卡卡西？佐佐木卡卡西是什么东西？那怎么把它放进去？啊，按错键！啊，我按错键了！不是啦，先把它抓起来。嗯？哎、啊？我要怎么把它抓起？抓去后车厢，他是要去哪一台车？这台吗？他没有跟我讲是哪一台啊？这台吗？哦，对对对，就是这台了。我不是故意的啦，我这……这次我不会再弄错了。然后呢？我现在应该……拜拜。18K， 我有听说过2K12，但是我没有听过18K。
以我开车这么高超的技巧啊，撞到那个灯，那个灯好像有点强。我想想，我们要怎么甩掉这群人？我们要用，我们去找警察好了。开玩笑的。哎<咳>、欸，警察在左边哎，人民的保姆，救救我好吗？ 今天真的不适合开车，不小心，怎么会，怎么这么容易就弹出去了啦？哦哟，我今天到底是怎么了？我今天一直飞出去，我才刚开始玩就飞出去两次了，那等下怎么受得了？我是不是快离开他的视线了？快了，快了，就快了。 再快一点！再快一点！哦，不对，又来两个了。我是个好人，不对。 射中轮胎加42分，打电话给嘟嘟茶，正嘟嘟。小嘟嘟，香肠，小嘟嘟肥香肠。哦、oh, ，I'm sorry, I'm not your girl yet. 一个好的甩尾。哦，是念凳啊，对不起哦，不是正啊，凳。哦，停车。嗯。一手拿枪，一手驾车，一手讲电话。 哦，好痛！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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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，流氓 CI 文件，我现在是。